侦查终结了，不起诉处分。但是呢，告诉人在法定期间内具状申请再议，经由原检察官初步审核，认无理由，所以他就送去台湾。那因为上礼拜接到了这个电话，说你被告了。好不好？那我就先进去做笔录，那我就先走了，来交给你。就结束了，当场羁押这样哦、喔？没有，不可能，没做什么坏事。终于，昨天接到彰化地检署这个。你影片几分钟？我说二十几分钟吧。他说：“那你说到他有一分钟？”我说：“没有，几秒钟而已。”我们就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准备，应该快要拨开乌云见明月了啦，好不好？啊，反正今天进去也是问跟警察局一样的东西，再问一次，就是说，对方说要告你这个妨碍名誉啊，那你有没有要妨碍他名誉啊？我说我没有啊，我干嘛妨碍名誉？我说我又不认识他，我拍这个影片，绝对不是为了要妨碍他的名誉而拍的。那我也没想到。造成他不愉快、收到这个台湾地方检察署10月7号收到的，我看这个发文日期是10月4号。好了，不管了，跟大家讲一下内容好不好？主文不起诉。那这个其实这个不起诉书，其实在10天之内，如果对方觉得不满意，他可以再去提起再议，再议的话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来了，又不是在马桶了。来了，没有马桶，好不好？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看到这个熟悉的单位，去一次不熟，去两次就熟了。其实这上礼拜就收到了，这个就是上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提起在意的部分？那现在很明显的看到封面是这个的时候，我心里应该就有底了。10月24号寄来的内容很短啊，里面就是讲说已经侦查终结了，不起诉处分，但是呢，告诉人在法定期间内具状申请在意，经由原检察官初步审核，认无理由，所以他就送去台湾高等检察署的台中检察分署。从彰化变台中，就是检察官他又在意嘛，检察官觉得我判这样没错啊，只好再往上面丢。我有跟律师讲，律师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等好啊，现在就是看高等检察署，如果觉得判的不精准，那他就会再发回彰化地检说，你们这个要再审一次，就要再去开一次了。我上一部影片也讲得很清楚，然后我们也跟他道歉。那如果他觉得还是过意不去的话，所以他就继续在意，接下来就继续记录啊，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发展。好，那就下个时间点见。终于收到了，这个是台湾彰化地方法院的刑事裁定，上列申请人因被告妨碍名誉案件不服，台湾高等检察署台中检察分署本院裁定如下，主文申请驳回。我觉得这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上次是陆浩说他申请再议，可其实他再议驳回，但我没有收到再议驳回这一张通知，所以呢，他在再议被驳回之后呢，他又去提了一个申请交付审判，就是他觉得检察官不行啊，我要申请说越过检察官，直接上法院让法官来审判。我有问律师啊，他说通常这个就是最后一步路。阿丹，你听得懂吗？其实他往上报又被驳回啊。他想要绕过检察官啊，我也问律师，他说其实这最后一步其实是蛮难成立，因为你如果没有什么新的事证啊、物证啊等等，其实你要绕过检察官，让法官去判，基本上几率是低的。好，这是律师告诉我的。里面呢也有他申请提供上去的诉状，那我大概看了一下啦，就是他的驳回的原因大概是有几个啦。第一个就是他再来提出的一些质疑跟之前其实内容大致相同，没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东西提出来。我现在讲的是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他觉得驳回的一个决定的原因，第一个是他觉得内容其实大同小异，然后第二个是说公然侮辱他加重诽谤罪的成立要针对一个特定的人或是可推知之人，但是因为他觉得我的发言没有直接的连接关系，不认定是我是在诽谤他。然后第三点，虽然呢有很多这个新闻报道这件案件，可是他说因为新闻报道的影像其实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清楚画面中的人物长相特征，就即使去看了新闻也认不出他们是谁，而且他觉得大部分的时间并不是在讲这件事情，整部影片里面只有24分17秒到24分24秒，也等于说只有7秒钟提到类似的言论，
这个影片并不是为了要诽谤他而去拍的，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讲撤职。反正他就觉得说因为这样所以他驳回，而且本件不得抗告，结论就这样。那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他们的律师递交上去的诉状的内容，他有提了七大点。第一点，他就是写说他觉得这个是有违反到公然侮辱罪等情形、啊、第二点，他是说言论自由为人民最基本的权益，虽然是这样，但是呢你要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他觉得我没有用在合理范围之内。然后第三个，他说我在小四汽车等我频道上面说我们有多少粉丝，然后我们的上传的点阅都有几万到几万次的观看，我们的影响力是远过于一般的正常人。他说有邻居就来问说，哎、欸，听说你在高速公路啊，在那灰是真的还假的啊，因为他们这样休整两个礼拜啊都没有办法上班之类的。他说我的影片让人家得到联想。然后第四点，他说虽然呢上面没有写到车的字幕啊，但是呢我讲的那句话有影片可以查。但有一点我觉得蛮有趣，他说我的频道拥有 40.5 万的订阅者，只要订阅追踪小四生活频道的人均可在小四汽车生活频道上面留言。不是哦，你不用订阅，你不用追踪，你就可以留言哦，好不好、哦、然后他就提了很多下面的留言、啊、在高速公路抛锚下来挥手真的很恐怖 哦，反正他就讲了底下的一些留言、啊、所以他觉得说这已经是公然，大家都知道他是谁，然后大家都来留言，他就觉得说很直接就可以联想到他。在第五点，他说我在111年的9月21号影片标题共犯拍影片拍到被告，好像是那个好像是短影片嘛。好、哦，他说观看次数达11万，我们那个短影片有到11万、哦。我不知道，他觉得我们并没有引以为戒，就是我还在嬉皮笑脸发动态啦，是不是企图在博取订阅的关注，而且为了日后的影片铺陈。然后他说哦，有很多他的朋友什么日澳德非甚至大陆的台商均纷纷打电话来关心，就意思说我们的影片大家都有看到的意思啊。可我是觉得这样，第一个我被告了，难道我就要哭丧着脸吗？况且我也没那个意图，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罪，我就算被告我也可以发动态吧，而且我又还没定罪，你怎么会认为我就已经有罪了？你会觉得说哦，好像我被告了我就必须要愁眉苦脸吗？不是吧，我日子还是要过，哎、欸，我还有我的观众朋友可能也不希望看到我愁眉苦脸嘛，身为公众人物就是这么可怜，心情不好不能表现出来啊。然后呢他说有一段很奇怪哦，他说我说的那句话，当我在彰化刑警大队传讯之后，我自行下架此一小段不伦不类之言语。我们从来没有下架过那一段啊，他这个律师为什么会讲说我们把那一段下架，我们从头到尾没有改过那个影片，而且一则留言应该都没删，我们去做完笔录我们从来没有修改过那个影片，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一段是怎么来的。而且他还讲说这个是不伦不类的言辞哦，还说我明知故犯，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觉得那个没问题干嘛要下架，我没有下架，一直都在啊，我没有修改过，你可以去 YouTube 调记录，我们从来没有修改过那一段影片。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我是二手车商，为什么要突然讲到新车高速公路故路的事件啊？我们不是就讲了吗？我们在讨论新车安全嘛，所以才拿一个新闻出来跟大家分享，就这样而已嘛。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第六条，被告施景存自诩为网红公众人物，他觉得我不是哦，是我自己觉得是哦。有时候看他这个莫名其妙会压起来，你知道吗？他的意思，自诩这两个字就是别人觉得我不是，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好啦，我不是啦，我不是，大家不要再这样认为了，我没有自诩，我不是，我只是一个平凡人而已。他写到这边的时候，频道拥有 40.7 万订阅者，他有增加，刚刚说 40.5 万，他写到第六条的时候他变成 40.7 万，代表他是花了很多天的时间在写。他写到第六条的时候我已经变 40.7 万。然后他说欸，他又讲到一样的东西，他说他在看诊的时候挂号柜台就先关心询问，告诉人说听说你在高速公路上起来什么晃来晃摇晃什么求救，是真的吗？他就觉得说他又受伤了。他说后来我又分享了这个是的我被告了的那个影片，希望获得浏览影片网友的关注讨论，企图博取观众同情，就是说我们拍那个影片是为了要带风向了，并在影片一开头就欺骗观众。111年4月8号到鹿港派出所做笔录，明明我4月11号他们夫妻才去提告，为什么我们4月8号就去做笔录？那就是阿呆，你打错了，你打错日期了。对，我们做笔录明明就是4月13号吧，好，就是他去告完，他4月12号去鹿港派出所提告，我记得是的隔天我们就下去了嘛，那个就是打错，单纯就是打错而已，这样子变成我在欺骗观众哦，怎么可能我还没告你就去做笔录，你欺骗观众。退100万步想，我骗这个日期有什么意义？我不太了解，我就打错了啦，即使我打错，请问对这个案件有差吗？而且他现在在讲的是我们的第二支影片，对不对？可是其实他这个案件在讲的是 IS300H 那边的事情，所以他又拿
后面的东西来讲前面的事情，我觉得在程序上有点问题。你应该就是针对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这个有问题，我觉得要继续重新审理这边，你不能再拿后面，啊、后面是后面的事情，不能把它混为一谈。反正他说我欺骗消费者啊，就是日期要再打错啊。第七个，他又在讲是的，我被告，那是第二片了，那跟这真的没有关系。那一部影片下面也有一些留言，有人说上网 Google 一下就知道他是谁，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有针对性，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查得到他，而且他还说我还沾沾自喜的把侦查过程作为拍摄影片搞笑题材，而且呢我还说这个地检署只能够接受光碟，电脑设备落后等等，而且他想要企图博取法院那边的好感，好，他就想要让法官也讨厌我、啊、简单讲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你身为一个律师，你本来就是要为你的当事人找到各种可能性嘛，所以他就讲说哦，我说那个光碟设备落后，可是我只是跟我的观众朋友分享，可能很多人没有被告过，第一个让他知道被告是什么流程什么情形，第二个我也来分享一下，哎、欸，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我的观众也会想说，哎、欸，怎么还有人在用光碟。最后反正就不起诉了，这个也结束了好不好。那我最后几个就是，第一个，我们拍这个影片只是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去分享这个被告的状况跟情形跟流程，那这次的确拖得比较久，可能是因为他有申请交付审判，我也是一直到今天收到这一份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交付审判，我本来不知道这个东西。跟大家分享，你已经告了失败了，然后你再再议又被驳回了，那你还是很不甘心的状况之下，你就可以去用一个叫做交付审判这最后一步路，看能不能越过检察官直接到法院上面去做审理。法官看到这个东西看一看，他觉得的确、哦、有审理的必要，那他就会让你越过检察官直接来开庭。我们本次的案件看一看，他觉得没有必要，事情就完全就结束了，你就不能再针对这件事情。当然除非我们有新的再讲他怎么样、哦、那就可能就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提起交付审判，所以时间拖比较久，我记得第一次蛮快的，那第二次一直拖到今天3月8号才完整的收到诉状。那这个整个影片呢拍摄起来做个记录跟大家分享，那也希望大家以后呢用不到、哦、用不到是最好的。再一个跟大家分享、哦、我有去大家问一下说我可不可以告他那个诬告，那其实我也去跟律师讨论一下，其实诬告要成立的条件其实蛮严苛的，没那么容易可以告。如果今天假设我今天的心态很简单，诬告很难成立对不对，但我就想要让他去跑法院，我可以抱着一个我不一定会赢的一个想法，我去告他诬告，请律师要花钱吧，我自己去，就像我们跑去鹿港一样啦。只要诬告不容易成立没有，我反正我要告我就要让他跑啊，反正输我又不用赔钱。我如果抱着这种心态，那我是觉得不要浪费司法，后来想想算了、哦、我是觉得司法人员已经很辛苦了啦，我们就不要再去弄这个东西了啦。那我们确实这个影片我们还是再一次的强调，其实我真的没有认识任何一方，他们的事情是他们的事情，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拉在一起，那我也不认识他，如果这个东西、哦、让他不舒服，我愿意跟他道歉，但我不认为我是故意的，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行车安全，就这样而已，很单纯，还是这样。即使到最后呢，我讲的话还是一样的，而且呢他说我企图拍影片要引导风向，我跟你讲，如果我真的要引导的时候，我在做完笔录我就可以开始引导了，因为它里面有一条说企图，我企图带网友风向嘛，我如果真的要带，我一开始我就可以带，甚至我去那边直播，在门口直播都 OK 嘛，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就是不想要被人家觉得说、啊、我们在带风向，我们是网红，利用网络媒体去对他施压，对律师施压，对谁施压，没有啊，我如果要我那时候就开始po影片了，我何必要等到确定不起诉然后我才影片出来，我就是不想要去影响这个东西，包含这一次再议也一样，上一次先拍，哎、欸，我收到再议单，但我们也没有上片，我们也是一直等到现在3月8号确定被驳回了，我才拍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到这一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遇得到被告，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做交付审判。今天这个我长知识，观众朋友也长知识，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好不好？之后还会有影片啊，我说了，被告了，日子还是要过。那一天其实我们去彰化，去鹿港，我带阿呆去吃点当地的小吃。我甚至连这个我也一直没有放啊，我就是不想要让人家觉得说哦你嘻嘻哈哈的，可是我很单纯啊，我不能因为被告我就不吃饭了吧，我被告跟我到彰化可不可以吃吃霸碗有没有关系，没有吧，我不知道，我不懂啊，就是为什么会觉得说好像我要日子过不下去的那种感觉，但是工作还是得做啊，吃饭还是得吃啊，就是这样而已啊。之后还会影片跟大家分享，下次见，拜拜。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